三十节，也是新年酒的开始。这点咱要念上心来开始今天的敬拜。请买咱的手机啊，真静音。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轻易受气，各有丰盛的慈爱。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隆重的不义。这是咱今日大概这两个大概，大概第一个。我的话你听他的话的时候应该那我的话你要给我说我的体验给主那个给我自己来说我的你我拿着一手那天大意但那我在意因为我的话你说我的话我的话你的话说的你的话我的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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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环境的变迁，积极的无对策，将管贪官变成了丧失，造成社会混乱，人民不安，困求主怜悯看顾，无受苦的得到安慰，帮助，锻炼因早日脱离，惊吓不安在下的困境，将我们的地位，世间一切统治权，拢是你掌管，由你徐文书和法官所选出的新总统，有教育的智慧，善用公义、公正的领导台湾，疼惜台湾，用疼、用正义来改变台湾，让百姓生活安定，社会进步，无论是执政的还是掌管的，大和解、同心合力，建立民主的新台湾，真侪应该要上对过。我那里困求，其实拢是靠主耶稣来祈祷你啊。都是以当中真正人的罪，被罪犯留下。
州四十四章到四十六，咱做伙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四章，伊甲伊当当面，迄两人，迄两个差，也是安尼骂伊。对着中昼到三点，遍地乌暗，差不多三点，耶稣大声嚎叫讲：“伊利，伊利，拉麦，拉玛撒格，海尼。”就是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真是放下我。过另外，我看一个圣经，二十二路加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四十、二十八、四十三节。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讲：父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不知。人就流口，分伊的衫。第四十二节，就讲耶稣啊，你伫你的国来时，就记得我。耶稣就甲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唔要甲我伫龙门。佮就延伸解释，你在第约翰福音十九章，咱要背二十六节，甲三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看见老母佮所生学生徛伫面头，一对老母讲：“老母啊，看你的囝。”第七节，佮对学生讲：“看你的老母。”对彼时，遐学生直接依到家己的家。第二十八节。这个代志以后，耶稣在见人的事已经明白，因为要让圣经的话应验，就讲我嘴大，底下一个气库底错满满，因特地海洋进错下一场吐到伊的嘴。第三十节，耶稣已经受错，就讲。四面的人就阿头等开，问主就咱所读伊的话，也咱做为来读经文吼。